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低価格、赤峰陽子。网友不是每天很常都在问你说，哎、啊，你的衣服、你的鞋子到底是在哪买？为啥你不要？我会晓啊，就 Denonet、Uniqlo、H&M 哦、Lara 差不多家呀、啊，上面特别吗？还不信。都买啦、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人的问题啊，我们人穿什么 都 OK 啊，因为我们的重点都不是在穿着，我们重点其实在不穿的时候，哦，对不对？怎样啦？要干嘛啦？哇，你要不要分享一下？我们每集的讲车也是蛮无聊，可是不行，这集我还是要讲车。你要讲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带大家去一个我好朋友开的店啊，那个是挖宝的好地方。哦，真的真的，顺便我们去看那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好了。开什么车？哦，来，刚好在前面，我们开我们最讨厌的韩国阿家。哦，还行。对啊，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等一下在车上先跟大家讲我为什么喜欢开这台车啊。我每一次哦，只要在公司有没有，好、哦、要载我老婆去哪里啦、啊，要去买盐酥鸡啦、啊，要去买饭啦、啊，好、哦、买东买西有没有，我都喜欢开这台 S， 方便，超方便，走牌车开起来又好玩，好吃又好玩，好吃又好玩。好，走，出发，出发。我今天顺便帮你去改造一下好了啦、嗯，好不好？不然妈的，妈改造没有、啊。泰山每天都穿那个富士杜西的。哦，好、哦，要不然就穿什么，我全部都要。嗯，啊，干今天就穿这件啦。哎呀，干，其他脏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车哦，除了身材短小以外啊，它离合器又很好放，排档又很好排，又好停车。而且我跟你讲，除了这些以外，是开起来非常有乐趣感。真的啊，你在路上哦，虽然你速度没有很快哦，你也会觉得你自己很像马路小英雄，因为它跑不快，所以引擎很大声。是啊，引擎很大声。对，它跟仙草异曲同工之妙，就是有一种女的有没有？哇，叫很大声，叫到你心里就很怀疑说。我真的有那么厉害吗？哈、啊，节目效果严重到已经自我怀疑了。而且我觉得这种车哈、哦、是最好的练习手牌车的一台车。嗯，你看啊、哦，这车轮子又小，那个轮子大概那个扁平比大概跟摩托车差不多而已。对，你看啊，起步油门踩大一点，好不好？哇，有没有很爽？有啊。哦，然后他妈一个过弯有没有二档换三档，离合器放，哎呀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才50而已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声音有没有觉得很有速度感？对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要上斜坡，上直上。啊啊！天啊，好软啊！好啊，软归软，我们也80哎，这整个开起来就是很有热血感，而且切车它很灵活，我眼睛只要余光，哦，稍微瞥一下，不用盲点，不用盲点，不用盲点，因为我眼睛这样余光这样看一下，有没有，我就可以看到。我的盲区了，因为它吸住的就这样而已嘛。对哦，真的、啊，你拍我这后面就知道了。就是，对啊，我只要眼睛稍微这样，头稍微这样转45度哈，然后余光我就可以看到那边有没有盲区，有没有车了。这种车不需要盲点，真的真的真的。有没有轮噪声有没有大？有啊。风切声大不大？哦，就多。对不对？可是我告诉你，我们还是比骑摩托车好啊。像今天还下一点毛毛雨，又冷的要死。当然啦、啊，我们话不是这样讲啦哦，骑摩托车。不要怕好不好？我们骑摩托车有骑摩托车的乐趣，有方便性啊，其他也是蓝条条。我要甲你蓝条条，哦，你的能叫变天条。只是这过弯极限很小哦，所以过弯的时候还是要减速哦。欸、你说1000cc 再怎么样，我们现在在限速里面啊。那雷克萨斯还开比我慢呢、啊，有没有？轻松超越雷克萨斯，人家比车凶啦、啊。你一个三宝开雷克萨斯也没有用啊，不要说开雷克萨斯啊，给你开 C300 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讲到 C300 前面有一台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就把它退4档，哦，打左边方向灯，哎，干，好慢，哦，是 S350，大家，哇，大家，我踩到底了，超的好慢哦。这个是这个台湾的那个首都高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环东嘛，然后那个。环河有没有？就湾岸嘛，湾岸，台北湾岸，好不好？环河南北路啊，对啊，台北湾岸啊，秋名山里都有，台湾秋名山多了，台湾秋名山应该他们都是说是在类似那个叫做五指山呐，哦五指山，五指山呐，刹车力啊，因为什么车轻，哎，卡钳都不用加大，因为车很轻，随便夹，你用那个脚踏车的那个两个橡胶橡皮来夹，应该就夹得住。对啊，因为轮子小，车也轻啊。而且基本上这个车，大家你看有向下塞车的，对不对？大家是怕说开手排车塞车。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个车离合器啊，
真的很轻，所以几乎可以把它等同于这个没有压力。因为为什么啊？因为它够轻，你只是换挡前要做一个动作这样而已。因为它离合器也不存在说你要含住啊，脚会很酸什么这些问题。你看我现在三档，哎，我还不用退二档，我三档就可以20这样撸了。但现在速度已经到20以下，我要退二档。好，离合器放开，开这个车出去，每一趟的旅程都变得很好玩，真的啦。要不然跟泰山出来有什么好玩的？我跟你讲啦，我这个起步妈比 Smart 还好啦，搞不好 Smart 起步还都可以录一下、哦，有可能、哦、啊。对，我这个手牌的，搞不好 还比它好嘞。我以前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车？因为我最早出社会的第二台车，我开的是手牌的 Matisse， 好，那时候是大宇的，韩国大宇。嗯，我记得那台我买10万块，金黄色的哦，哦，整台妈的大便到不行的金黄色。黃如果说今天是狗啊，那种大便的颜色就代表它的那个肠胃吸收是很好的。其实开手牌车，我所谓的好开，不是说它很快什么，就是开起来轻松，像这种，其实你根本都不用怕它熄火。因为在他熄火前，你踩离合器都救得回来，对对对，他都不会熄掉。但是除非真的有一些很难开的车啦，就是他的可能离合器压板很重啊什么，然后你只要离合器跟油门的衔接没有很好的话，啪一下就熄掉了。而且、啊、这种车除了适合这个北线式代步啊，你如果常跑高速公路都不建议的，因为坦白说这气囊啊不啊 ，ABS 啊不，啊干那这钢板有跟没有一样啦，这大概就比那个摩托车上面有一个遮阳棚那个好一点而已，隔音也还好，可以挡挡风啊。我那时候就是开那个马蒂斯有没有？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好方便，我后来把那个马蒂斯加 Type R 尾翼啊改成鹅黄色的那台车哦，我开了2年多，真的很省钱。坦白说，真的没有什么故障，也没有在外面故障过，然后省油，然后外面停车什么很方便。那唯一一点就是真的隔音也没有，啊，安全也没有，那什么路啊？哎、欸，我看开这个车就是可以挑战的啦。哎、欸，会不会死路啊？哎、欸，干，真的啦！我靠，被塞住了。对啊，那、啊、怎么车会这样停？怎么出去？我妈的，这条路可是他家的吧？没有，小车就是这样，倒车我们也不怕，稍微有没有不用倒车嫌疑？你看。哎、欸，阿弟安尼动着我把姑尼啊嘞，我虽然免倒车嫌疑，我嘛是需要把姑尼啊嘞。您使用悠游卡。你看这门有没有？哦，全开。全开。好，走了，带你们去看一下什么叫做潮流，好不好？这种车连锁都不用锁。不用锁吗？我跟你讲，小偷搞不好也不会开手牌。哎，有没有？这个是锁门熟路的。有没有？要暗号，还有这种地方。还要暗号。GH GS。安全垫存在的意义在于延续这些单品的流行与寿命啊！对哈、哦，这是跟我买车的客人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小杨哥耶、yeah 欸！小杨哥听起来怪怪的哦、喔，小杨哥，他有两间店，一间是在基隆，好，啊、一间是在赤峰街这边、嗯。赤峰街这边是比较新的，对，新开，八月中开的。对，然后等一下带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什么潮流的这个单品、嗯、啊，不然泰山酱好不好？等一下我们互相搭配一下，然后等一下考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潮流指数多少、嗯、啊？最后不行的话，再请我们小杨哥。来帮我们这个评个分数，也帮我们拉一下一。那讲一下哦，这个没有收钱业费哦，这个是因为小杨哥跟我认识很久，他也是有跟我们买车的客人。那要问感想吗？我在这边他不敢乱讲，对不对？他已经都不立功跨买，然后你买车很好，没有问题。没有，不是不能讲没有问题，有问题我们都有解决。哦，就是后续的一些对不对？对啊，服务很好，真的真的。对啊，有时候他有时候要载一些衣服什么，我万一车子要保养啊，要维修，对，那没有车用，我们就安排车也可以让他用。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些对比较忙的人，需要用车的人，我觉得还有蛮大的帮助。啊，其实久而久之，他也帮我们很多的忙，你知道吗？互相。之前我们出那个 T 恤，这就是我们的顾问，对不对？我们最早做的那个 T 恤，莫忘中初中的 T 恤，还有黑人帽子，黑人下半身，对啊。顾问在这边，这是我们的潮流顾问。今天出来试车，顺便带大家来了解一下，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说什么因缘际会你会想要开这个店？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日本文化嘛，学生的时候就接触很久，然后就很喜欢这种
买卖啊，你知道学生就是没有钱，下去买人家很新的二手，价格会差很多，差30%，差50%，那我就可以穿在身上，状况也很好。嗯，但是这个文化其实在日本哦流行很久，流行很久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杂志就有。对，我觉得台湾后来是比较少，那就跟朋友都一直有接触，去日本的时候一直多看，然后就进而就想说开店，哎。那来弄一个买曲店，大家都会说你干嘛开在基隆？但是对啊，为什么在基隆？有点感情啦，因为我就是在那边高中以前都在那边生活。虽然我不住基隆，我住万里，差不多啊。对啊，就是朋友什么生活圈，我一起来就是基隆都走啊，吃吃喝都很熟悉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基隆要有一个这样的店。那开了一段时间，也2年多，就觉得刚好来到这边看，哎，这里的氛围，赤峰街中山的氛围，最近发展还不错。对，不要看啊，基隆虽然那个空间不大，常常都塞满人，真的哦，生意其实很不错。其实我觉得你一个店努力，人家看得出来，真的啊，客人会越来越多。虽然不知道要辛苦多少年，就是要一点经营啦。那主要你要网络要一直曝光，一直 PO。我觉得很认真，你知道吗，珊珊？你去看他那个 IG， 他那个动态，你有看过那个动态的格子？他妈的，一小格像，哦，大概跟珊珊鸡鸡差不多这样而已，一小段而已，鸡鸡。然后跟我啊，那么小啊，好多。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，我要不我们两个要互搭衣服。好啊。那我们讲认真的啦，是我们假设1到10分呐、啊，你给泰山今天的穿着，你要评几分？泰山的穿着就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工作啦。以你的眼光就好，没关系，你不要管他，他每天就是穿这样而已啦，但是没有什么在工作的啦。我跟你讲，他每天从起床就穿这样，到睡觉都穿这样的啦，大概是。哦、不要，人家毒辣一点，我们节目效果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你就直接有什么就直接给他处理了，不用对他客气。那我今天的穿着，你觉得可以拿几分？你今天是8分，哇，怎么那么高？哎、欸，看到没有？你才是会做的。因为你是老板啊，不是？因为没有，因为泰山的身材其实也蛮不错的，那又高又对啊，又高壮，对，但是他其实是太适合一直穿太合身哦。对，泰山多久没交女朋友？这样穿这么紧，泰山都交男朋友哦。哦，原来那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我先帮他搭，他帮我搭，然后到时候再评个分。那、啊啊、最后我们两个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啊、再麻烦这个小杨哥来帮我们处理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泰山今天的穿着，来，随便穿一下。好，你看，對啊、我全部都要，只有这个，啊，3天2头都穿这个。干没有钱啊，屁啦！好看一下，他今天穿牛仔裤哦、嗯。啊，鞋子是什么？那什么鞋啊？普马吗？随便弄，太奇怪了。家乐福的啦、啊。不是啊，路上买的。就来打扰人家一下，来这边玩一下了，好不好？那互相欢迎搭一下衣服。啊，都可以配吗？都可以、啊，都可以配。哎、啊，穿得下你哎，先讲哦，你不能妈逼人家穿不下衣服，把人家衣服用坏要买单哦。我跟你讲、啊，我想这边看起来哦，你可以穿的选择性其实不多。不多。好，我来好好帮你挑一下。欸、我先介绍一下，这件衣服超好穿。他那时候给我一件，超好穿。我今天来还要跟他买一件，因为我老婆把他抢去穿，他说这衣服穿起来很舒服。你的那个 IG 都有卖，对对对。好，你们如果要买这个衣服，可以私讯他。这衣服真的好穿，这个我背书没有问题。你们有看影片还是什么？我常穿这件啊。好，挑衣服，我要帮大家挑衣服。我以为来会有一些那种花衬衫，它是太潮流了，都是一些帽 T 什么。泰山的衣服最难挑，我难挑。给泰山穿背心，然后把你妈的穿成 gay 的样子，穿这个才哇，哇是 gay， 哦吓嘞嘞，这穿的应该爆炸吧？这扣子全部爆开，好崩皮。对啊，哎，这帽子看起来很像你会戴的帽子。哇，哦吓嘞，是 gay， 是关于哪豹纹啊？哎，这件你应该穿一下哦，看我等下可以考虑一下那件给你穿。你是认真挑还是？我认真啊，我认真、啊。我是认真挑啊。我认真、啊。我是。怎样啊？我是搞笑的挑、欸。我是认真的搞笑啊。哦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那配件等一下上，你先换。挑什么鞋？你先换东西。我全套的这个迷彩的装扮，哇，交给你。哦，我们的。思路好像差不多，是啊，真的假的？我很不好预感。好，你先穿，你干嘛？直接换啊！干、哦，直接换！哎呀，我把镜头这样缩进去洞里面。我、哦、干！穿得下吗？勉强，勉强。裤子也可以吗？裤子可以。
裤子勉强啊，衣服哎，衣服很紧，看起来很紧，这就是我要的效果啊。哦哦，什么？不要把它穿坏嘞，坏了不要硬穿嘞。配件，帽子，还有一个配件，今天出去有没有要腰包？好像老老浪漫。哇，这个是一位老外都这样穿哎。哇哇，哎，腰包是要在前面，腰包要在前面，要在前面。哇，很少看到，看看他的手多白，很少看他穿这么清廉。好，再一个帅气的姿势，我翻一下全身。我看到你在，哎，在流浪汉。哦，就是，哎，我这还好啊。你还好，对，等一下有一个配件要。这很正常啊。对对对对。好，我去穿了啊。哦，那我可以偷拍啊。你觉得嘞？我觉得这很正常嘞。哦，是哦。对啊。哦，给他一个配件。你还乱的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这什么？为什么 ？Logitech 的钢盔、安全帽啦，军用的。对对对，你去来找这钢，我刚怎么没看到这钢盔？可恶！那我就拿给你戴了。看，我很怕你看到，你知道吗？可恶！对、欸，其实蛮好看的，对对，很有个性，赞啊！对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行照驾照。里面是这个。还有，你就会选这种奇奇怪怪的图案。哦，对啊。好，评分一下泰山的穿着。泰山这个穿着，我觉得可以打个七分吧。哇，哎、欸，这样又七分，所以我现在八搭的比他原本自己穿的还要高，就对了。对啊，这样七分。对啊，对，就是比较有一些老外很随性，在海滩都是这样穿，很休闲。去看去看奶子的嘛？对对对，你这样子戴个毛帽去海滩，就会游泳吗？这里面都是药啊！啊，药，对对对，钱啊，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啊，捡一捡一捡的，对对，塞在里面。没想到我帮你录的，竟然分数还蛮高，比你原本的穿着高啦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这钢盔它是画龙点睛的啦。我刚画龙点睛是那个腰包啦。对对对，配件很重要。对啊，这个的话应该有。8.5分，因为其实他很认真帮你配，其实蛮好看的。其实我坦白说，除了这钢盔以外，我平常是会这样穿。我知道。对啊对啊对啊，其实蛮好看的、啊，就是搭个背心。你平常会这样穿吗？我平常会这样穿啊。对啊。我像我今天穿这件，我就觉得蛮喜欢。好，我等下就把它带回家。你把它带回家，好好看。对啊，这个也哦，也跟我原本哦，也比我原本的高分呢。对啊。对啊。哦。可见泰山你不是不会配衣服，你只是懒得配而已。对对 对, 對，感觉他很懒。对啊，上班都他随便穿的。上班我不用见人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啦，我不行，对不对？现在有一些厂商都对你很有意思，不管男的女的。是这样吗？对啊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小杨，依照我们两个的体型 style。重新配，对，帮我们搭配一下，帮我们换个 style， 对，换个 style， 對對對對、啊、不要再这个跟我平常的差不多摸一，没有，我是要搭你的帽子，你真是要，我跟你讲，他是看到钢盔往下搭，那你真的不会做节目，你应该这边搭得很不符合那个潮流，然后配这个钢盔，对对对，哦，对，尤其我觉得这个钢盔啊，应该是在你头上，是我头上，对对对，你毛毛拿下来，毛毛拿下来，这样，欸、真的哎、欸，很适合拿电钻，对。對好、哦，有没有？哦，哇，哇，哎，有型呢。哦，哎、欸，那个下水道有通了吗？下水道，对啊，通了，哎，通完了，通了，通了，啊，啊，赶紧修几件。拍摄，今麦时间做啥物工程啊？打工你凹路，一直凹，一直凹，是咧凹啥？拍摄，拍摄，我凹凹几下。好了，我们请那个小杨帮我们搭一下。加油！
好。哇、哦，好香嘞！哦，泰山适合短裤。那你在家有穿短裤吗？有啊，在家不穿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背包换了一个位置啊，救了你一命。你刚出来的时候啊，看起来像在妈关渡平原那边在拍摄候鸟候鸟的那一天，对 对, 對，没有在拍候鸟，不能钓鱼，关渡平原保护区，只能在那边拍一些鸟类啊，好拍一些水皮仔啊、单独鱼啊。这个背包换个位置嘛，整个街头感都出现了。耶、yeah, ，这是泰山现在鞋子没有换了哈。我跟你讲，年纪大要穿亮一点。好，晚上出去运动才不会被车撞到。反光背心，对对，反光背心，它橘色的，然后反光条的效果。那这边也要贴。哎，对对，差不多啊，这样比较安全。但是我们小杨是为你着想，就怕你晚上出去运动被车撞到。我觉得啊，应该再挂一个狗牌，上面写你家里的电话号码。帮走。好，那小杨讲解一下，为什么会这样帮他打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泰山就是都穿很深色啦，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都是很流行亮色的搭配，所以我你不是马走私哦，真的不是马走私，不是啦，真的啦，就是想说帮他搭一点配件亮，让他亮一点，但是像帽子跟裤子还是用那个深色，让衣服比较飘一点哦，这样看起来凸显中扣的部分呢、啊。哦，像中扣比较很有精神，因为配件尽量都是深色。你讲到重点，泰山看起来都很没精神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这样子会，你看他整个人眼睛好像睁开了，对对对，屁眼也睁开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换我了。好，可以可以。最近放购物车，购物车，放购物车，加入购物车。你看，帮你选了一件。妈的，干他还没花钱，王八蛋。哎，我继续了哈。继续。没有喽。哦，前面有呢，有那个感觉。哦，很日系啊。哎呀，看他参加地板动作。哇，这个是宽版的 T 恤啦，对啊，然后搭配宽松的那个裤子，然后再搭上一双 Force， 就整个很。Force 悠闲感，然后像日系风格中很喜欢搭一个毛毛，然后像在这个高度这样，因为东西的颜色比较素，但是很协调，但所以帽子就搭比较亮，亮点在帽子。哦，比较看，不用怕走失啊，不用怕走失。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我们今天搭配的四套衣服，然后出来让观众朋友票选，票选出来的抽出。啊，三名好了，凑三名，我等下挑小礼物啦、嗯。那其中一个就是小杨哥拿两件这个衣服给观众朋友。那、泰山，今天你这一整套，我们就把它买回家。是哦，好不好？那、我这一整套，等一下直接就处理了。哦，看你要穿的小背心哦，小背心也要买嘞。小背心要买吗？有啊，你以后穿这样上班就好啊，你考机会很高啊，好不好？熊竹天菜就在这样穿。我们编号嘛，1234，那看哪一个最高分这样。好啊，最高分那个我们就抽出三位来赠送这个精美的小礼品。哎、我觉得这种地方啊，氛围真的很棒。大家有空哦，不管是你先追 IG 追起来，你就知道要去哪里找他了啦。而且我刚刚看，其实东西的价钱我觉得还蛮平易近人。都是大部分都是个人想出清，他就是会想说赶快卖掉，他就会卖比较便宜这样啊。对，真的可以挖到宝，很好玩。你看，像刚刚那个泰山那件背心，我就把它放入购物车。对，因为我最有点怕被人家开枪，然后里面用10块钱铜板把它缝起来，有没有？对啊，缝整件的。好啦，那喜欢的频道要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改造板娘行动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这个。换。换什么啊？换。换什么？换。换。换快 ，now。网友在等，快点，快拖。拖什么啦？冲点阅率，快拖。厨房秀，好害羞，真的要换了。真的有那个意思哦，有吗？有那个意思哦，不行。小便多长？你看，哦，哇，哦哦哦哦哦。哦哦
全开耶，开叉开到腰，摆个动作，秋一点的态度，哦哦，我根本就是设计师，噔噔，哦哦哦哦 ，I'm sugar daddy。I'm sugar daddy， 哇！你出镜了，你走路怎么脚 KK？ 哦，哇，蛮会扭的嘛，老板娘。好，改造成功了啦，你票选第一名了啦。记得要订阅，然后开启小铃铛哟。好亮哦。到了。它里面可以选择包咸蛋还是茶叶蛋，然后还有辣菜包要不要辣这样。阿妈包三点，拢好食。阿妈包的拢好食。阿妈从几点开始摆？早上六点起吃。哈？哦，阿哥来休困了。五点起刷牙，拢累了无休困。拢无休困。再起六点呢？嗯。加蛋呢？对。啊，到几点？哦，佮暗时哦，有加晚班了。哦，分家的，去买物件的来。好好好，人较辛苦啊，嘛是爱休困。拢办事啊，逐天落袂，阿妈天天开心。天天开心就好啊，有无？哎、欸、吼、哦，天天开心有没有？无钱天天开心就好。有钱没？无钱天天都爱开心呐、啊。我生气钱就会掉下来。哦，心平气和，钱就来。你这包是怎样？好，谢谢。哦，台湾专家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快乐，快乐。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。这是正能量哦，正能量爆表发光的啦。虽然刚刚跟阿婆正能量，可是真正的本店在这，真正的名店，真正的名店在这。是这个吗？哦，大牌子，好不好？大牌子。好，泰山，等一下回去叫泰山一次刻掉两个饭团，然后跟我讲哪个比较好吃。哪一个比较好吃？啊，这个辣萝卜。辣萝卜可以选微辣跟大辣哦，大辣是多辣？哇，这真的是蛮辣的。是，辣萝卜还有酸菜，还有肉松，还有油条。谢谢。谢谢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一家我是每次来都吃的。比较特别的是它的那个蚵仔煎的那个皮啊，煎那就卡哦，很酥。怎么样？这个硬的，脆脆的，嗯，焦脆块啊，最后再块啊，看起来就很好吃啊。它这个猪肝还是粉红色的那种，有的太白太硬就会软软乎乎，所以它这个火候拿捏很重要。